我又来拆这个故宫博物院的了。上一次我正好下完单的时候，他就当天上新了嘛。我一号凌晨下的单，准确的说是二号凌晨，他二号当天上的新。然后我就买了些他们家的新品，今天终于送到了。按理说，我觉得我是前天收到的，哎，是前天吧？这个第一单，那按理说第二单应该是昨天收到才对，但是并没有。你看，因为太过生气，我就买了个表。这个表好像不是这次上新的吧？反正之前好像也有，还是挺好看的。这个膜贴的真是逼死强迫症，录屏的录屏的，虽然平时其实并没有什么机会戴，但是好看呀。这个呢，又是看他说什么售完无补，哎，我看到这个售完无补这四个字，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就买了他们家的这个小葫芦，好小呀，我好小呀，不要这样的。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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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小壶，倒是不贵。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耳钉。它是一长一短的，一长一短的这样子的耳钉，一个是镇，一个是那个玉玺的那个形状。这个好像是个项链，一个卡脖的和一个也是这个一个系列嘛，一个镇和一个这个玉玺。这个印章做的好糙呀，不是印台，就跟那3块钱的 low 逼差不多，上面印着故宫文创四个字。早知道这个德行，连个特殊包装都没有的话，我就不买了。本来以为他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个包装，那我就买一下了。但是哎。这套印章还是挺有意思的，这个印章是他上新的产品，应该还买了一套印章才对，对，这个败家子乾隆的他的各种印章，盖章主任乾隆他的御用章，对，我特别要吐槽的就是这个玩意儿，他就是乾隆画的，他其他几只鹿画的还挺可爱的，为什么要选最逗逼的这两只刻成章呢？真是的。这套印章挺好看的，这也是根据什么，好像是根据个什么玩意儿椅背上的图案来做的章，棒。这两个也都是他们家新上的胶带。好，这一单是那天有一天半夜，然后群里面的小伙伴说他发现一家店，他的 MT 啊仓服啊都特别特别的便宜。因为那家店主就是改行不干了，就是店里东西全部都打清仓，然后一看价格这么便宜，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就忍不住了，就控制不住想要买买买的心情。当然伴随着这个买买买，就开箱的时候这种幸福感真的是难以言喻，我觉得我可以今天晚上捧着他们睡觉，实在是太幸福了。像他这个宽的这个方眼，他家就是现在是30多块钱吧，然后这个三个套组的这种仓敷的就全都是20多块钱，然后他家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早的仓敷的这个款，好像绝版的吧，就这一套，就是他这一套有那个文字有数字，然后还有一个画的活的画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那个玩意儿，还有就是这个。这个也是这个系列里边的。我有这个的胶带，但是我有那个就是画的很奇怪的那个胶带，但是我之前买的是单卷的，不是套组的，就是这个也是三个色的，它也是这个系列的。基本上我是看到觉得还不错的，我就买了，就是真的是控制不住我自己，但是好看呀，但是便宜啊，就40-50不要钱呀，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啊，就买的时候这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。开箱的时候，哎，整个人兴奋成傻逼，好看。我觉得仓敷的真是，哎呀，囤多少都不算多，这辈子总有用完的一天嘛，是吧？还有一下 MT 的仓敷的这个格子，我感觉它好像跟我那格子长得不太一样，颜色深一点呢，不知道可能是批次的关系。这个蓝格子我之前一直都没有买，编号是 I。这边就讲到它早期的这个，这还不是早期的。就这个格子是后来浅色组的这个三卷的这种套装嘛，它是比较靠后的编号的，它有一个最早的早一批的那个深浅色是这个第一卷，就是这个系列的 A 一号。它这个还有一套深色点点的，好像是这家店也没有。对，这三卷是我
买完了之后觉得特别幸福的卷，就是这个是 MT 打包的胶带，嗯，就又大又厚实，它是15米卷嘛，中间的孔就是中间孔会比较小。我们来跟它跟正常的对比一下大小，看它这个卷大好多，你看这个缝的时候是不是感觉特别敦实？它跟这个尺寸啊、哦、还是没啥大的，但是它圈也大呀，是吧？啊，爽！哇，抠不出来了，哇，塞得这么紧吗？CD 我好像买了 ABD，C 这家也没有 ，C 是那个深色的点点吧，应该是，是不是深色点点？深色点点还是浅色点点？就是它竖线，然后，啊、哦、对，是深色的点点。哎，哎，啊、哦，那我没有 B，C 是这个，是这个第一版的这个点点。然后它还有一版是跟那个对，跟这个深色差不多的那个点点。嗯，但是这家也没有。但是那个点点其实。仓库家的都是好看的，仓库家就没有不好看的款。这个是很古早的 MT 吧，我都没太见过，但是看到这个，数字全都是数字的，还挺。虽然我其实是肯定用不完这么多胶带的，但是爽啊，买呀、啊，40-50不要钱呀、啊，开箱的时候幸福呀。这是仓库的，不然我仓库，看见的我就都买了，啊，幸福，开心，快乐。小花花，这个小花花我之前买了一卷，但是买完了之后我就看到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有一段时间嘛，就是好几家都没有货了。当然后来现在又有货了，嗯，但是因为好几家没有货那个期间呢，就让我断了他的念想，因为反正我手上还有一卷嘛。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店里边居然有这个，我就买了两卷，开心。包括这个灰猫和蓝猫，我也买了两卷。这个大的打包胶带我实在是太喜欢了，我总觉得我买少了，我应该再买一点这个。嗯，便签我也是买了好多。便签这玩意儿要消耗的很快，没有什么特别那啥，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东西。好，差不多就不一样，拿开看了，反正都是那种老款，没有什么新款。哎，幸福开心，我要捧着它睡觉。刚才我发现我拍这三卷的时候，我居然没有让他们入镜。哎呀，我这个手机啊，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它一到录像的时候，它景别就会拉得特别近。所以说我现在手持给它一个特写。谁叫我这么喜欢他们三个呢？就长得特别大只，而且是15米一卷，又好看又敦实又经用又大。看跟旁边普通的这个机车名的小猫一比，这个小猫就真的是小猫了，就很小。然后，哎呀，好，特写结束，真爱，我觉得我。这个系列的我不知道还没有其他的样子呢，我没看，我不知道哪一种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你看那个商品图的时候，你都觉得它差不多嘛，按比例看，可能觉得就跟一般的这个大小差不多，但是到手之后就发现这个好大只，然后又厚实，哎呀，不行，语言已经匮乏了，幸福，就总结的话就是幸福，好看，喜欢，好，完事。